不难受啊。你没有妈，可是有奶奶和你爸爸呀。嗯，我们爱你，永远疼你啊。哎，冯老师，你把同学们叫到教室集合，我有事跟大家说。哦，好。起立。老师好。请坐。学校刚刚收到教委的一个通知，我省西部的山区呢，突发泥石流，有一个中学被泥石流冲垮了，学校希望大家捐款，我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有多少出多少，为灾区的同学们贡献一份我们自己的爱心。罗老练，下课后统计一下同学的捐款情况。好。好，现在开始上课。哎，来。哎，冯老师好。冯老师。哦，对了，冯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次咱们班一共捐了多少钱？嗯，好像是1825。那咱们班谁捐的最多？好像是李东明吧。他捐了多少？200。哎，我说你问那么仔细干嘛？没事儿，好奇你就随便问问。行，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这次募捐让李东明的小子出尽风头了，他捐了200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捐款那是献爱心，怎么叫出风头啊？都怪我平时花钱太大手大脚了，现在用到钱的时候反而拿不出来了。行了啊，各自尽各自能力就成了。你不是把这个礼拜零花钱都交出来了？你说郭龙捐了100也就算了，李东明捐了200，而我。他捐了20。你说多丢人呐。好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你今天中午吃饭连饮料可都没买啊。不行，最起码这次捐款我得在咱们班捐的得最多，这样才有面子。你幼不幼稚啊？捐款你也要攀比？来啊，瞧着点。你不行。
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！快来快快快！什么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你说。我想到弄钱的好办法了。什么办法呀？对啊，什么办法啊？哎，听我讲啊，我跟我爸爸妈妈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还有舅舅打了一个赌。什么赌啊？如果这赌我赢的话，他们每个人会给我100块钱。保守估计这么一算，我能赚500块钱。500啊！500块钱你干嘛使啊？到时候这500块钱我全部捐给受灾学校。陈浩然，你真不愧是老大，太专业了。那是。哎，陈浩然，你打的什么赌啊？对啊，打什么赌啊？哎，停啊！我这回这赌啊，绝对是绿色的，环保的。我家里人老说我天天在学校指挥捣乱，从来没从学校弄过一张奖状回来。我跟他们讲啊，要不弄我就不弄，要弄就不仅是一张奖状，而且是一张第一的奖状。他们说我吹牛啊，我说啊，如果我做到怎么说？他们说条件随便开。我说其他的我不要，我只要你们每个人给我100块钱就行。他们果然就全部答应了啊。咱们班级不是要开运动会吗？我报了100米，冠军是我的。我家里又没说是什么奖状，运动会的奖状也是奖状吗？啊！哎，张浩然，问题是这运动会还没比呢，你怎么知道能拿第一呀？对，是不是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拿第一呀？这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过来找大家的原因了啊！我希望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啊，希望各位兄弟姐妹们能够让一让我啊，让一让啊！行，为什么让我是吧？原因是。为了那500多号的受灾学生啊！好兄弟讲义气，我让你了。够兄弟，如果高麦让你的话，那我也让你。谢谢。那我也让了，你也让，我也让。谢谢你，好，谢谢啊。你们呢？我让你了。谢谢各位兄弟姐妹的承让啊！谢谢。怎么样？啊，有没有信心？没问题吧？第一，来，我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喝水啊！谢谢。大海，你对于老雷说一声，叫他决赛的时候别跑那么快。我去跟他说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吧。老李，你和陈浩然都进决赛了，一会儿跑步的时候别跑他前头去。这也要作弊？不就是班级运动会吗？他拿这个第一又没什么要紧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第一？对罗小烈不要紧，体育比赛讲究的是公平。高麦可让了啊，咱们班的同学都让了。谁愿意让谁让，我不让。我可告诉你，陈浩然这次为了是，不管是为了什么，我们说什么也不让。有本事他自己赢啊！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怎么做自己心里有数。什么人呢？没事，小丽，我支持你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帅吗？啊，你以为你很漂亮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拿第一的吗？比赛讲究的是公平性，这次不一样，拿第一不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知道你为了什么，也不关我的事。对，是不关你的事儿。这次陈浩然拿第一，并不是为了自己，
他是为了给受灾学校多捐些钱。对呀、啊，是的呀。行了，高曼，不用给这个冷血动物天天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讲这么多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吗？罗小丽，你不要假惺惺的了啊，少装算了。你不就想表示比我牛吗？啊，不鸟我陈浩然吗？啊，你不给我面子，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对，哎，你们别说了，陈浩然，你说吧，你想怎么着？我看在叶英子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咱俩打一架，单挑，无论谁输赢，过去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。第二，赔偿我名誉损失费，这些钱我不要，全部捐了。你要多少钱？如果我拿第一的话，我可以从我家里拿出至少500块钱，但想想你拿不出这么多钱，算我仁至义尽，250给你打对折。这个数字有点不好听，减你1块钱，249。啊，行，200块钱，就200，不能再少了。我一个月生活费才50块钱，我怎么给你凑200啊？没钱，你就打架。赢的话，你不用给钱。我不打架。那给钱。没钱。那就打架。陈浩然，你别这么胡搅蛮缠好不好？你太过分了。英子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行，我再看在叶英子的面子上，我限你3天时间拿出200块钱，拿不出来的话，我们拳头说话。啊！你刚说的是真假？嗨，逗他玩呢。哎，不过呀，要是罗小烈真把这个钱给我的话，我老人家也就笑纳了。听个坏的你！今儿菠萝真甜啊！来，吃。你瞧我切的多细吧？长本事呢你。这叫有孝心。有孝心，你最孝顺。小丽差不多缓过劲儿来了，别老陪着我了，回家吧。没事儿。啊？江心跟我说好了的，让我在家多住些日子，陪她。哎，没事儿。行。哟。这电视影响你看书了吧？没有。别别别，我们把声音关小点，关小点。真不用。啊？真不用？啊，不。啊，对，来，我刚切的，是吧？尝尝，甜吧？爸。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你说。你能不能把下个月的午餐费一次性给我？为什么？一礼拜给一次太麻烦了。我这有什么麻烦的呢？都搁你兜里头，万一丢了呢？你说是吧？你小丽是不是想买什么东西呀？哦，对，买什么东西是吗？哦，我那旅游鞋有点小了，我想买双新的。嗨，这买鞋这是正常开销嘛？行，明儿我给你买去。啊，那不用了，我自己买的呗。你买的我又不喜欢。啊，行。哎，对了，让江心阿姨给你买去，她买那鞋都挺好看的，而且她认识一卖鞋的，能便宜了打折，就这么定了啊。那行吧，我还收钱了。行。妈。哎，早点买回来，来。你看看去吧，小烈刚才起来又躺下了，你看怎么回事啊？这赶紧起来，这是耽误上学了，你这个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，小烈？啊？不是起来了吗？怎么又躺下了？不舒服。不舒服？哪儿不舒服？不发烧啊？肚子疼。肚子疼？你肚子吃坏了？
就位。没事吗？不发烧。不发烧啊？我肚子疼。肚子疼。我快乐。哎呦喂！六七秒，七秒，七秒，换我啊！你肯定不行，不可能，你肯定比我慢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准备啊！开始！我，你不是吓死我了？快呀、啊、快、啊，速度！走啊！怎么不走啊？我突然想到罗小烈了。你说罗小烈是真病还是假病啊？这我哪知道？你俩不一家人吗？有病是吧？我开玩笑呢。我着急，罗小丽还欠我200块钱没给我呢。好，你说这事儿啊？你说罗小丽该不会是为了躲债就不来学校了吧？他要真这样的话，就太没劲了。他越躲我，我还偏得找他要了。小丽呀、啊，吃点面啊！哎，奶奶喂你。奶奶，我不吃。来吃两口吧啊！不吃饭哪成啊？你说这……哎，我给你拿奶去。小丽，这是你爸特意给你买的奶，快来，你喝点儿，啊。也行。嗯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喝这奶长高个儿啊，快点。你放边上吧，一会儿我喝。啊。你可千万想着喝啊。谁呀、啊？我，冯老师。哦。哎呀，冯老师，快请进。大妈，快请进。来来来，我来看看小丽，她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今天一口东西都没吃。有没有去医院看看？没有啊。怎么不去呢？倔着呢，说什么都不去呀、啊。那我去看看她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，你看看，你说说她吧。我跟你说，她听你的。小丽。冯老师看你来了，小丽，开门。老师来了，小丽。听你奶奶说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得去医院看看。不用了。怎么不用呢？你现在时间很宝贵，知道吗？你要是这么拉下去，小病拖成大病，到时候耽误学习，耽误考试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走不了啊。不用你走，我去叫个车，到了医院有轮椅。冯老师，咱们这样吧。我看今天晚上要是再拉的话，我就去医院。中华医院那么脏，完了我身体又这么弱，万一再传染个流感就不好了。那也行，我在这儿陪你几个小时，要是3个小时后不拉，那应该也没什么事情了。您在这儿陪着我？对啊，我还带了教材和试卷，正好把你这两天没上的课给补上。哎呦，冯老师想的太周到了。
怎么谢你才好呀？谢什么呀，大妈，我还得蹭您一顿饭呢。你要是不嫌弃呀，天天来吃我都高兴。谢谢大妈。你要在哪儿补啊？你就靠着床边上，我在这儿给你补吧。哎，行，好好。大妈，您去忙您的，我做饭去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你了啊，没事儿。这两天上门是第三单了，我来的时候是4:30，现在已经7:30，3个小时过去了，你还没拉肚子，说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冯老师，赶紧的趁热吃，这个包子可好吃了。哎呀，看着就香。嗯，太好吃了，什么馅儿的呀？牛肉香菇胡萝卜。好吃。你不能吃太油腻的。就是就是，这我最爱吃的牛肉香菇胡萝卜呢。瞧你馋的，你忍忍啊，忍几天，过几天再让你奶奶给你做，好不好，大妈？对，听冯老师的啊。别看你这几个小时没事儿，该注意的还得注意，这两天吃点清淡的。哟，冯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，人冯老师啊想带小烈上医院，这小烈不去呀，人家不放心陪到现在了。我已经3个小时没反应了，不用去医院。哎，你坐着吃。你又给冯老师添麻烦了。没有，我正好帮小烈把落下的课给补了，我今年的奖金全指着他呢。哎呦，小烈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要考不好，冯老连奖金都没有。你负责补上吧。别我。哎，听见没有？你好好学啊，别让你老子破财，我告诉你。快吃。哎。嗯，好吃吧？这是我妈拿手的啊。嗯，好吃。我就吃一个行不行？谁不让你吃啊？我，别看他现在没事了，但是该注意还得注意。这两天你们都注意，让他吃点清淡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也别缠他了。大妈，你休息来，我们不吃了，陪小烈喝白粥。我来说。你说。喝白粥啊。那你有胃口了，说明就好差不多了。明天回学校上课吧。啊，那我这肠胃不好，你说万一明天上着课，我想去厕所怎么办？肠胃不好本来就不是病，在家歇着也没必要呀。再说，落下功课容易，补上课就难了。我跟各个科的老师说好了，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，再让你回家。赶紧吃吧。拿来呀！同学们，听我讲啊，当时罗小烈是不是说要给受灾学校补捐200块钱呀？是啊。罗小烈是不是品学兼优的大班长？是。是不是咱们全班同学的学习楷模？没错。你该不会搞诈捐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补捐了？哎，就是在上周运动会的时候，你跑了100米第1的时候说的。当时高麦也听见了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听见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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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见没有？看见没？大家都听见了。你该不会请了2天病假就在这耍无赖吧？啊，高麦，罗小烈当时是不是说要捐200块钱？陈浩然，人家不过就是随口说说而已，你还真当真啊？这话怎么能随口说说嘞？罗小烈可是咱们班品学兼优的大班长，他说话这么不算话，真是颠覆了我的人生观。你颠覆没有？颠覆了。你颠覆没有？颠覆了。你颠覆没有？颠覆了。你颠覆没有？有。你颠覆没有？有。颠覆没有？有。颠覆没有？有。颠覆没有？让我听到你们声音，颠覆了没有？颠覆了。不就200吗？明天拿过来。
这就对了嘛，这才是我们班品学兼优的罗大班长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做饭去啊！年了，是啊，盼盼多好的事儿啊！来来，我给你拿着，您数数，我数数，两千一，正好，多开心啊！你看，嗯，18、19，才1900，差200啊！不对呀，我数得清清楚楚的，2100。您再数数。别急，我再点点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啊！19，哎呦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少200呀？我想想，数的挺清楚的，我。哎呦，小丽，人家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呢？哎呦，你说我呀，这人一上了岁数，这脑子就不好。这真是的，这200块钱是我抽出来了，想买别的。我本来想补上的，你说就忘了，怪着，跟忙就忘了。我真的对不起，是对不起了，小王，我是我的错，真的，对不起啊。这正合适，正合适，是。你看妈，你添个字呗。好，在这儿。奶奶，我先洗澡了啊。嗯，好。
奶奶，我先睡了啊。小丽，我跟你有话说，你过来。你为什么要拿钱？拿什么钱啊？我装在信封里的钱。没拿。那是咱们家今年燃气改造费，我数得清清楚楚的，少了200了。您是不是数错了？一共2100块钱，数了好几遍，不可能错。小丽，你现在承认还不晚。我没拿。你买什么，干什么用，花多少钱，自己拿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千万别告诉我。
说你下那么重的手干什么呀？吓唬吓唬就得了。他是个孩子，你说打坏了怎么办呢？这进去看看去吧，你给他讲点道理啊，别来那卤的。犯了错，可是打在你身上，我跟奶奶的心也很疼。刚才我坐在外头一直在想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？我想来想去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因为我。因为我这个当爹的不是一个好榜样，没起到好作用。为什么要偷你钱？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问了。你可以恨我，瞧不起我，都行，怎么恨都行。但是有一条，有一句话，我希望你能听的。这是我四十多岁了才明白的一个道理，人呢不能犯错，你犯错了，伤害的是家人，耽误的是自己。想到班里第一名，他跟同学们打了赌，说只要他得了第一，他就往灾区捐钱。但我不知道，我就抢了他的第一名，他就跟我不依不饶的，给了我两个选择：没钱，你就打架；赢的话，你不用给钱。我不打架。那给钱。没钱。那就打架。奶奶，我答应过您，我再也不打架了，所以我就只能给他钱。不过我爸要过钱了，他没给我，我就只好装病。原本以为躲几天他就能把这事儿给忘了，谁知道我一到学校，他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就管我要钱。罗小烈是不是品学兼优的大班长？是。是不是咱们全班同学的学习楷模？没错。你该不会搞诈捐吧？还说是我答应了捐款。锅炉和高麦向着他说话，没有人相信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拿了您的钱。陈浩然捐钱是好事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但他这种方法不对，你就应该告老师啊！告诉老师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让同学更讨厌我，更瞧不起我。告诉老师不解决问题是吧？好，我们告校长。